你不能让白夭夭这么做，不离命格，白夭夭必然会死。我一生罪孽，我不怕死。你要是死了，许宣怎么办？你要是死了，相公也同样难办。白夭夭，我不需要你来救我。仙子，还请您回避一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 笑笑，你一向对白夭夭不满，想不到今日却是为了我与他化干戈为玉帛。你若想好好报答我，就留住你这条命。此处妖气甚重，仙族众人哪怕天地都寻不到你的行踪，当然也包括许宣。 师兄，斩皇留下此举给许宣，他左右都难决定。你若真怕他为难，今日将此事交给白夭夭处理，未尝不是件好事啊！荒谬！白夭夭，我不需要你来救我。师兄，仙子，麻烦你转告相公，白夭夭罪孽深重，没法等他了。 都布置好了吗？嗯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百姓们一听是药师宫的人，都纷纷前来帮忙。还有白姑娘手下的那些小妖，许师兄，这次水患一事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城中百姓不再畏惧妖类了。你说的是，如此以来也是好事。唉，灾难过后，人要抱着希望才能活下去。再痛苦，也要往前走。唯有前方。 才能见到曙光。你也不必太担忧了，这么大的灾难都能活下来，还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呀？放心吧，我已叮嘱过那些小妖了，今夜之事万不可透露半点口风。今夜的烟火，白姑娘一定会惊喜万分的。届时白姑娘一笑。 许师兄，你也会跟着欢喜起来。今晚过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今晚过后，他不知还能撑得了多久，而我又该如何抉择？你们夫妻都是如此任意妄为吗？白夭夭，你可曾替我想过？我宁愿死，也不愿背负着你这份情。 眼下形势，早已由不得你我。今日，你停下了错误的决定，万般事情便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何时变得这么悲观了？也许许宣还有别的法子。听着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：相公被罚断情。 你尽快去北荒找到武草，你要亲眼看着他服下去。从此一生一世，他便没有情，也再也没有灾难了。当年，你身为一条白蛇尚且贪生，如今为何如此悲观？当年，还不如死在你的剑下。不对，我不能死在你的剑下。如果我当时死了。 又如何能体验跟相公在一起的欢乐？又如何能体验
他亲手教我诗书礼仪，琴棋书画的过程。经历过，总归不负我这一生。住手！无感见识，这难道这便是死吗？小白，小白，小青，小青，小白，你我是姐妹。说好了一起商量，你又骗了我一次。小青，你要做什么？小青，你想替他取回命格，就算你真能杀了我，你也一样拿不回。为什么？因为命格在我的灵珠里，除非我自愿，否则便能带着灵珠一同自爆。当然，我若是把命格逼出灵珠，自然也活不了多久。只是若你愿意牺牲，此事倒还有旁的办法。我们作妖的从不会食言，我说过不会让你们俩任何一个人死。小青，不要。小青，不要，不要。小青，若是我将灵珠逼出体外，将命格剥离出来，你若用自己的灵珠修复我即将破碎的灵珠，那么或许能救我一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小青，这法子怎么样？以命抵命。小青，小白，你的灵珠我替齐霄还给你了。不行，不行，快点，顶到门，你快帮我把灵珠逼出来，帮我把灵力还给小青，不快帮我把灵珠逼出来，把灵力还给小青。小白，你跟潇湘仙子见面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你我是姐妹，以前是你一直护着我，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护住你了。他们说我会是齐霄收的最后一只药。不要啊，不要。小青，你听话。小青，小青听话。小白，我不怕死，要是我今天在这儿死了，不要也算如我心中所愿了。小青，小青，小青，不要。小青，不。小青，不要！你住手！你住手！
出手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从来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你一意孤行的时候为什么不问问我？启霄，等你回九重天后告诉白帝，说他错了，他们都错了，我命中注定会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是死在自己手上。他们错，我也错。小青，是我错了。若我死在你的手上，你该有多痛苦？小姐，你在哪儿？小青，小青，小青！娘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向你许下的一城烟火。睡过去，莫让这魔气占据你的灵台。
串珠，能助你压制魔性。别想别的事情，专心听我的经文。我的经文不会停，白夭夭一定要稳住。若是让这魔气占据你的灵台，这一世你都无法摆脱魔眼的折磨。你说届时我若是坠入魔道，你就要变心软，解我一剑穿心，让我死个痛快。徐徐，有师兄在，白夭夭不会有事的。你不是要断情吗？你这样苦苦撑着，心里不难受吗？白夭夭，你进来之前是如何想的？难道你都忘了？明明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你这又是在挣扎什么呢？临安城中的百姓，谁来替他们赎罪？这都是你造成的，白夭夭。一片汪洋，哀鸿遍野。来，把你的意识交给我，把一切都忘掉吧。对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错过了全局，是我连累了所有的人。就算死了千次万次，也赎不了我的罪，都是我的错。若不是因为你，千年前我就不会魂飞魄散了，今生今世再也不见。我不要。小白，你许多时日都不曾来看过我了吧？你心里可还有我？你若执意前去，就不再是骊山之人。不要，你们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让他们走，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就好了。白娘娘，师父，白娘娘，你们醒醒啊！白娘娘，白娘娘，白娘娘，白娘娘醒醒啊！白娘娘醒醒，你们醒醒啊！师父醒醒啊！师父，白娘娘醒醒了！师父醒醒，师父，白娘娘，师父醒醒，白娘娘醒醒了！醒醒，你们醒醒，你们醒醒，醒醒啊！师父醒醒啊！白娘娘，师父醒醒啊！师父，白娘娘，醒醒，醒醒啊！白夭夭，你快醒醒！你的名字是许轩给你起的，你忘了当初为何要修炼成人了吗？他
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记住了，你的名字是白夭夭。白夭夭。桃花林开，西湖水干，雷峰塔倒，我都会守在雷峰塔，等着你出塔。终于明白，相公为何不让我断情了。断了情，便是无牵无挂，无所欲求，就是无所畏惧。若是没有一丝牵挂，如何同这个魔眼去抗争？在无尽的塔底驻守千年万年呢？你的心意我已经知晓，可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，是否无悔？一步一行，谁都料不到将来，天道也没有给许炫一个后悔的机会。唯有维护天下苍生和让娘子重见天明，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，赔上庞的也不觉得可惜。当年我接天地之位，为求大道无情，不爱众生，便饮下了了无草。无情向来不是什么责罚，唯有无情才能不被情所困，才能超越世间之情。而如今看你们这些后人，才知道是我错了。麒麟一生就算只动一次情，也是耗尽了性命，只求一瞬的美好。这样磅礴丰沛之情，我此生却是无法体会。拥有天地同寿的性命，倒是觉得空虚了。道不同，形式不同，三界仍需无情之人来治理。天地的情绵延悠长，如水之上善，从不为一人，却都给了众生。数万年从未有人与我论道。许轩，你倒是又做了一次第一人。去吧，最终的结果还在你手中，仍需你自己决定。只是今后切莫后悔。
为什么感受不到魔眼的压力了？你说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克服魔障了？魔气无形，你且凝心静气，守住心中的善念，或许能灭了此处的魔气。请你替我镇守住塔外，快去，我求你了。徐轩，到了这一步，代价是什么？你比我更清楚。现在你因为我让你受到半点伤害，我如何对得起小青啊？听到没？人呢？人呢？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在吗？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是最美的梦境。自我双目失明后，错过了烟火，错过了相公的表情。所幸苍天有怜，竟又给我一场这样的梦。雷峰塔底不见光明，可在我眼中此景，炫如白昼。娘子，这些烟火都是属于你的。原来这就是烟花啊，果然如你所说的，真漂亮。怎么，这区区的烟花就打发你了？哼，我要送你的岂止是这些。我要续你一生云朵。你的名字是我取的，这一生要由我来决定。我要你喜乐长安，让你与我长伴，白首欢愉。
叶一庄是，你猜错了。在我的心中，众生中也重不过你。即便三界视你如仇，我仍愿以一生换你笑颜如桃花。要灭魔眼，有的是法子。你为何要执意如此？魔眼可以净化，只是仙骨化血，既可以消了魔气，也可以帮他修补灵珠。这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我还是漏算了。原来你的历史，每一句都是早就设想好的。两人中若是只能活一人，你偏偏要将孤独留给他来承受。许轩，你竟是如此狠绝。我会活下去的，只不过痛苦了一些。若是让他知晓，你不会的，以前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而你我都没能变了秉性。我后悔答应你要助你入塔，如今却不知是错还是对。许轩，许轩，他为难多少次，我就救他多少次。只要我还有一丝元神在，我就不容许他入魔。他是我不能不顾之人，请你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照顾好他，等我伤势也好。如此反复折磨，直到他身上的魔眼清除吗？许轩，许轩，若有朝一日你知你今生所有的美梦都是许轩用痛楚换来的，你还能否再展笑颜？明知道你那徒儿所受之苦，你倒还在这里装什么闲情逸致啊？徒弟大了，自有他的仙路，像你我这样的老人家
赏赏花，煮煮茶吧。哎，哈哈，本帝与天地同寿啊，如今大道长荣，还远远未到退隐的时候啊。你说他受苦，也许在他心中自是他的乐处。我九旗山也是这样，旁人看来只知清苦，可是你明白我，日日这白雪红梅，我是自得其乐呀。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二人刚入九重天的情形，有多少修道的苦难他们都熬了过来，只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逢凶化吉。你那徒儿不也一样在塔底吗？嗯，怎么，难道你要与我联手一起去阻止他们吗？难道你忘了当日许宣当着众人以三界之名立下誓言，以他的个性谁能阻拦？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如今不插手才是最为保险的策略呀。许大姐，您看，您看，这是赤金盒和如意簪、玛瑙翡翠项链，还有这个，您看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们宝贝多，但是啊，再大的宝贝也抵不过咱们闺女啊。这件事自然更不用说了，许大姐，您的女儿可是貌若天仙，又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没想到两个玩在一起的半大孩子竟然看对眼了。真是越说越想不到啊，老天怜惜让我们得了这么一个女儿，而且你们把小宝也养大了啊。哎，许大姐，你这女儿名字起得好啊，安乐，那不就是你们全家人都安安乐乐地在一起度过一生吗？全家人，小宝跟安乐这场婚礼，要是弟弟全家也能来参加，那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感受到身上的魔眼在慢慢减少，越来越不受魔眼的控制了。不过，这些时日，倒少了几分斗法的乐趣。雷峰塔内魔障也渐渐消失。这些年，临安城中百姓安宁，天下太平。向来是天道昌隆，人间也是最好的日子。或许人们心中的怨念也因此少了吧。前几日我又梦到那个美梦，梦里总是美好的，草长莺飞，未有流转，真美好啊。这些年来都是靠着这些美梦才能度过了如此荒凉的岁月。你呢？我知你也不睡觉也不做梦，这么久的岁月中你是如何跟这些魔气斗争的呢？我心中澄净，不觉得空。你呀还是那么无趣，看来连魔气都不愿在你身上多待时间。困了，我先睡一会儿。现在这最后一次，便可以清除娘子身上的魔眼，从而不用担心她会堕入魔道，危害苍生了。这一次
我不会再帮你了。我花费了18年，终于培养出来了一个新的工伤，就是小妖们带回来的小宝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是你上次带我见的那个孩子吧？我说了，他有慧根。有了小宝，我对药师宫，对百草仙君，也就有一个交代了。你助龙族重建东海，助妖族肃清北荒，为青帝在九溪种满梅林，又将药师宫长久传承，甚至用仙草为小宝重塑了慧根。每一桩都耗费了你数年的心血。许轩，你不是天帝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你现在跟凡人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只想完成我所有的心愿，而现在便是我最后一个心愿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人不人，鬼不鬼，你这心愿让我如何替你完成？这次无论你来与不来，我都会前去的。若是真让他知晓了呢？我之前不敢承诺，如今我与魔眼交战了数年，心里多少有了底气，我可以灭掉他。你明知此事不易，灭的不仅仅是魔眼，还有你自己。从我们诞生就肩负苍生，命数已注定，若这次我灰飞烟灭，你也要告诉他，断桥之约定不相负。难道上天注定白妖妖守着一个约定，孤独活一世吗？对我来说都是美梦，如今这美梦终究还是要停了。
相公，你在哪里啊？许轩已经将魔气全部吸纳入骨。许轩，许轩，你的香根，你的香根几时断了？告诉你了，我的仙根拿去帮助娘子修补灵珠了。糊涂！如此一来，你再无一点生机，甚至都无法轮回了。就算灭了魔障，救了白夭夭，你没有了仙根，再无与他长相厮守的机会了。许轩，许轩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觉得该彻底解决魔障，不再危害芸芸众生。我只想让娘子安好，不让她受到一点伤害，让她不入魔道，不用再镇守雷峰塔。相公，是你做的吗？为何我的眼睛能看到了？原来那一剑剑竟是你最后能做的事。千年前你半步渡劫，千年后却落到这般田地。千年又如何呢？我是子轩，也是许轩，从不会变。雷峰塔倒，断桥之约。相公，我没有负你，我不负，你也不能负。今后没法，望娘子一切安好。
我们把附近山头都找遍了，还有那边都找了，快继续找，去那边找找。好好。哎，找到了吗？没有啊。相公，不要留我一个人，不要留我一个人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在哪儿？
水干，雷峰塔倒，断桥相会。相公，你失约了。今生的约定，来生莫要辜负。娘子，我来晚了。我还以为我再也等不到你了。断桥之约，我说过的，定会来赴。相公，今生今世，永远不要分离了。
相公，你不是不会水吗？这是谁家的小白蛇呀？下雨了，也不知道找地方躲一躲。马上就要冬天了，你要在这里冬眠吗？今生今世，永远不要分离了。